当黎明和落日的光影交错的时刻，我们纷纷踏出每一座尖角和城市，一道炫目的光芒从远处的天际闪现，如同自由将我们迷惘的心灵唤醒，为寻求正义和灵魂孤独的人显现，为放出的救赎的被遗弃的人显现，为挣扎着来自底层的灵魂。